大家好，今天呢，我是李长真，今天给大家谈论的轮回的题目是，堂神。堂神呢，就是家里的神，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谈呢？它跟轮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就是我去采访平阳再生人的时候啊，就采访这100个再生人的时候，有好多再生人都说，他们到将要投胎的家庭里面居住的时候啊，有时候呢，一般都是躲在门后，而且去的时候，明明有门，他不从门里面进，他非要爬窗，有时候走后门，好像。这个去投胎啊，不是光明正大的，而是偷偷摸摸的，好像有什么担心的事情。那一开始采访了30多个人，我一直不太明白，非常这个迷惑。直到有一天采访了一个4岁的女孩，才把这个之后又采访了几个人，就把事情搞明白了。这个女孩呢，就叫吴玉媛。我想一想，不是这个女孩，是另一个女生。是个吴彩媛这个案例。吴彩媛，那这个吴彩媛呢？她前世是另一个村庄的，特别喜欢喝酒。这个喝米酒，但是他住在儿子家，住在第四个儿子家，第四个儿子的儿媳妇不让他喝酒，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喝什么酒？我想这个原因可能是有可能是保护老人，但是也有可能就说酒是比较贵的东西，老人喝起来上瘾，一天喝个半斤8两没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吧。他有一个外甥啊，这就是他的外甥，这个是外甥媳妇，他这个外甥媳妇呢，隔了不是很远，老人家虽然年龄大，但是腿脚蛮好的，就经常步行到他这个外甥媳妇家啊去这个做客，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讨酒喝。这个想喝酒的人啊，你好饭好菜都不能让他满意，必须喝到酒才行。哎，只要喝到了酒，哪怕这个菜了肉了鱼了没有，哎，那也很开心。这个是他的前世的女儿，今生的奶奶，这是他前世的外甥媳妇，今生的妈妈，所以他的上一世呢，就经常到外甥家去。去了以后呢，他外甥也说，这个，外婆已经年龄很大了，还是不让他喝酒吧。然后呢，但是他的外甥媳妇说，有什么关系啊？已经80好几了，想喝就让他喝，喝个痛快，让他喝。所以呢，这个老人家呢就特别喜欢这个，外甥媳妇，然后这辈子转世之后啊，今年4岁，就说为什么要来这儿投胎呀？他说，因为妈妈喜欢给我管酒喝啊，儿媳妇不让喝，外甥媳妇让喝。然后他去世之后呢，就在家里吃了一盘肉，喝了一间米酒，然后自己步行就上路了。就直接跑来找外甥媳妇这个投胎，他也知道他外甥媳妇已经怀孕9个多月了，还快就要生了，所以他来只是住了7天的时间就生了。然后来了之后呢，他就说，哎，这个从窗户爬进去的啊，我就觉得挺奇怪的。那我说为什么不从门里面走啊？他说不敢从门口走啊，这些，采访呢，他妈妈也不知道这些原因啊，
很多台访再生人很多是经过我的学问才得出一些很惊人的情节啊。最后啊才搞明白，因为门口站着两个堂神啊，其实就是站着两个鬼啊，神鬼是同治的啊，这两个堂神在看门，一般的鬼外来的鬼是进不去的，所以他这七天的时间都是要爬窗户进去，躲在一个门后啊，这就是堂神啊。堂神呢，有些堂神啊就是看家啊，有些呢还可以，这个给你提供一些商业机会啊。所以虽然你看不见他，但是他看见你啊，他日夜守护你，相当于你的保护神。所以神州，神州啊，神州大祭，为什么叫神州呢？因为中国人在古代跟神鬼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在像侗族吧，还有非常好的这个传统，中国人的古代传统保存的非常好，但是作为汉人，我觉得已经几乎失去了民族特点了。你说汉人服装有什么特点吗？没有。信仰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非常恐怖的事情啊。这个侗族虽然是少数民族，但它也是竹下的一支啊。中国分为华夏、华夏，其实中国北方叫华啊，那中国南方呢就叫夏啊，华夏啊，就是其实是是同根，但是是两支。这个为什么说中国古代跟鬼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呢？其中有一个事情啊，比如说我小时候啊，听我爷爷讲啊，我爷爷是1920几年，时代的人，他说他小时候啊，每年，大年三十上坟的时候啊，儿子们都是要到祖先的坟墓上去，就是抱着一个小被子啊，这样抱着一个小被子，然后呢，到坟上去呢，就是捡上香，啊，然后祈祷说，如果是儿子，那他爸爸去世了，就说爸，过年了，我们一起回家过年吧，就把父母的灵魂从坟里叫出来。然后用一个小被子拖着啊，拖回家，准备一个炕，让他在那儿吃饭了、睡觉了啊。正月初三，再把父母的灵魂送回坟里去。所以古代吧，就是这个，一般每家都有祠堂啊。你像在台湾的客家人呀，其实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客家人啊，这个传统也是还是有的，就是把最好的房间，或者供奉观音菩萨，或者供奉祖先，然后呢，最明亮的、最好的房间不是给人住的，而且是给祖先神灵住的，这样的话，神灵你供奉他，他才在；不供奉他，他就不在，所以这个堂神呢，就是，这是一个来源，就是祖先，祖先可以当你的堂神，那我去采访这个平阳再生人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他们家的堂神呢，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老人家，不愿意投胎，想看护自己的父母，啊，看护自己的子孙，所以就，长年累月的待在那儿，待在家里。跟儿孙一起吃住啊，一起，可能以后他的儿孙呀，某一辈，也想做堂神的时候，那他们就去转世啊，光荣退休啊。那还有一类堂神呢，就是比如说在东北啦，出马仙嘛，在某些地方，就是，一些狐狸精啦，一些怪物，就是这一类的堂神，
这一类的堂神呢，叫出马仙，但是这一类堂神，供奉的原因其实是有点合作的意思。为什么叫合作呢？就是你跟这个狐狸仙当你家的堂神啊，那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万事啊，就是狐狸仙他很聪明，鬼神知道很多事情。为什么？第一，鬼神他有第六感觉，第六感觉，第六感活人一般是没有的啊，未卜先知。第二，他的灵，他是个灵魂状态，他出去调查一个事情会非常快，一百里之内数四个数，一二三四就到了，然后很快再一二三四回来了，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一个事情查清楚了。所以这就是堂神，啊，然后呢去跟人家看事了，某个人病了，或者被鬼缠住了，他就让家里的堂神啊，然后附体附到自己身上。然后呢就可以说了，哎，你是得罪了哪一个鬼，谁家的鬼，怎么回事啊，然后你烧点纸了，然后祭祀祭祀，如何如何，哎，把事情解决了啊，堂神。我去采访再生人的时候呢，其中采访一个阴差，就是给阎王当差的嘛，他说他邻居家有一个堂神，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能直接沟通，不是开口沟通啊，就是，附体的方式，或者是这个读心术的方式来沟通。他还说，哎，李先生，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拜访他。你就报出来你的姓名，还有你的地址，比如说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镇，你老家哪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然后他们家的堂神就可以就五六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你家去看一看，然后回来就可以报告你们家院子里一共有几棵树啊，什么树，一共开了几个门，几个窗户，朝哪开的，全部可以探测出来，准确无误啊，这就是堂神。所以呢，这个人呀，鬼呀，其实神呀，作为神来讲啊，一方面是由一些是修炼的一些灵魂修炼出来的神，还有一些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人造出来的，比如说你在门上贴两个门神，我们知道门神是这个。钱叔宝跟这个尉迟敬德转的，你把这个，但是呢，天下哪有这么多？天下贴了几百万个门神，钱叔宝和尉迟敬德，那哪来这么多尉迟敬德啊？是吧？其实呢，你把这个门神一贴上，然后你孝敬一下，烧纸祈祷，然后你的意念就可以造出来这个门神，就相当于给门神开光了。本来贴在墙上是两张纸，但是有形的东西都有灵魂，你去烧纸供奉，然后这张纸贴在门上的门神，这张纸就会转化成门神，就在鬼看来就变成两个活人站在那儿给你看家。当然菩萨也是类似的道理呀，你家供奉菩萨啊，然后整天祈祷念香啊。所以呢，就是可以跟神互相成长，对着你家那个菩萨就有灵性了，就会显示出一些神通。所以这个整个人类的空间都是神灵的空间啊，人其实也是神灵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啊，佛教说众生平等。众生平等，其实不光说人跟动物平等，也表示人跟神灵平等，都有修炼机会，既可上升又可下降，神仙也可以堕落成畜生，人也可以堕落成畜生，人也可以升级变成神仙，境由仙道啊，事在人为呀，当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持任何宗教立场，完全从科学的角度讲。
他们先说什么我就记录什么，然后旁边带着摄像机啊，所有的视频呢都已经传到 YouTube 上，所以你在书中看的内容呢都是完全与真实与这些记住前世的人他们本人的描述，并没有任何伪造的成分啊。今天刚才讲的是堂神啊，就是家里的神，所以这个神的话，如果你供奉的话一定要诚，而且要恒，要持久，这个神是调戏不得的。如果你今天供奉啊，明天又把它扔到一个角落里去啊，这样可能后果会非常严重啊。所以我的讲话的要件就是啊，我们的空间啊，既是人的空间，也是动物的空间，也是神灵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要时刻记住众生平等啊，尽量的少消费啊，少挣钱，少花钱啊，虚心，虚其心，实其腹，这是老子说的，是吧？这个道法自然。其实很多痛苦，比如说疾病的折磨啦，有很多人有一些很奇怪的疾病啊，长期不好，或者事业不顺啊，心想事不成。其实很多原因都是因果报应的原因啊，因果报应才是宇宙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做人，其实本着两个原则就足够了。第一是道法自然，做事情呢就是不违背自然啊。第二呢，就是牢记众生平等。比如说有一只蚊子啊，正在咬你，喝你的血。其实这个蚊子吧，我们这本书里还有三个案例，就是是昆虫转的，就是前世是昆虫当过蚂蚱，所以众生平等，就是这个蚊子，你说它就是个母性嘛，它要繁殖后代是吧？它要养育它的孩子，它吸你一口血也没啥，既然这口血已经吸完了，你何必要拍死它呢？所以我一般碰到蚊子吸了一包血的情况，我都悄悄的，打开窗户，让吸饱了血的蚊子飞走。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你拍死它还拍一手血，啊，你让它飞走了，啊，让它做一个成功的妈妈，完美的妈妈，没有遗憾的妈妈，你说多好啊！所以道法自然，众生平等。今天的唐神就谈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